哎，你好，叫什么？牛肉面一碗要多少钱啊？16。我们要一碗牛肉面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面来了，请慢用。爷爷，您真的吃了午饭吗？当然了。爷爷，恭喜你啊！你是我们的第100位客人，所以牛肉面免费。真的？真的，慢慢吃。老板，一碗牛肉面。哦，来了。25。26。喂，在忙吗？来我这吃碗面，今天我请客。来我这吃碗面，带点人过来啊。59。来我这吃面啊。好久没见你了嘛，不要钱。74。27。28。98。99。爷爷，这次我请你吃面。好，你们的面来了，请慢用。爷爷。也送那小男孩一碗吧。不用，他正在学习不吃东西会饱不到的。要不要留一些给你？不用了，爷爷，您看我很饱。乖，seu app de vídeos curtos.